人呢？哎呀，刚才还在这儿呢，我唐大官儿、朱三官儿，你们在哪儿啊？哎，老板娘，哎，你别喊了，你，哎呀，哎。大哥，你别隔着我呀！有人来呀，把他放倒。是。哎，你，哎，来，进来。哎呀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这里有人啊！这里也有人。啊，大哥，大哥，里面的客商听着，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，与过往的客商无关，请出来吧。店主婆。哎呀，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。来，把他拉出来。是，放手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走，你这个家伙，怎么没了？怎么回事？大哥，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，快点把他拉出来，把他拉出来。啊，大哥，大哥，又有一个，拉出来，拉出来。大哥，我在柜子里呢。三弟，快放我出来，快！三弟怎么在柜子里？就快把柜门打开！快点，快快点！哎呀，怎么出了怪异了？天哪！妖僧，妖僧，快把柜门锁好，把柜门锁好，别让他跑了！锁紧了，锁紧了。来人呐，来人呐，掌灯。爱妃，你的头发，你的头发，头发，头发，我的头发，你的头发，你，我，啊，我的头发，我的头发，哎呀，出去。臣等叩见陛下。宗亲，平身。陛下，宗亲为何跪拜不起？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。宗亲有何失仪？陛下请看。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啊！这是何故？哎呀，
哎呦，陛下，这哎呀，太子上殿，叩见父王。王儿，父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一夜之间，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。殿下，父王，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，一定是他们在作祟。对，妖僧，快带上来。是，把妖僧带上来。是，搬过去。搬过去，放这儿，放这儿。快点，快点！这是什么？什么呀？放下，放下！王儿，这是何物？父王，妖僧就在里面。啊！这。这么多妖僧，对，父王，请看。打开，父王，打不开。啊！陛下，当心！快闪开！快闪开！啊！锁住！快闪开！王二王。快把他挡住！列位请了。这你是什么人啊？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，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。大唐高僧，哦，那么，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？在这儿。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。哦，好，八戒、沙师弟都出来。猴哥，憋死我了！哎呦，哎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这俩真蠢。你呀，那么就请你们的师傅出来吧。哦，请我们的师傅。若要我师傅出来，还得你亲自去请。哎，对。还要寡人亲自去请。对呀，快去吧。请去吧。闪开，闪开。是。哎呦，不用。还是你亲自去请吧。快去，快去。让开，让开。寡人拜请大唐神僧。有请圣僧，有请圣僧。师傅，请慢点。哎呀，哎，师傅，悟空，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？师傅，你若是早出来，那就显得不尊贵了。神僧，陛下，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？只因贵国驱赶和尚，我师徒怕招惹是非，这才躲藏起来。哎，孤王也是一时任性，如今受到了惩罚，一夜之间皇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啊。
这国王，好一个荒唐的国王，做了个荒唐的梦，便下了荒唐的令。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啊，莫非是你夜入皇宫？这，我师兄神通广大，这点事儿算得了什么大事儿啊？师兄，果然是神僧啊！故王知过必改，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。陛下，请起，请起。呆，嘿嘿，谁让你善用王权，一意孤行？哎，悟空，多谢神僧指教。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，这未免不雅。陛下，悟空，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。哎，对。师父忙什么，咱们的箱子柜子里憋了半天，现在也让他们着着急。哎，对，咱们去求求他啊。神僧万望再显神通，让父王母后长上头发。啊啊，哎啊，悟空，知过能改也就是了，莫要得理不饶人呐！嗯，求神僧发发慈悲吧，发发慈悲吧！猴哥，把头发还给他们吧。好，去吧。好好，师傅，坐。哎哎，国王过来，整头发啊！哎，过来。这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坐。哎啊！王长头发了。